确实啦，我想其实来到，因为我们现在台湾成为一个亚洲的引导受苦众生行善行孝，把握因缘造福，金丝雨里面无宽别的心，终于得救了。我要先谢谢所有的我们的高雄的家人啊，这20年来的话，每一个月都是直接就到这大林去帮我们去做医疗志工，这个非常非常的，院长在这边要感恩大家。那更难得是义德，义德爸爸、义德妈妈，每一个礼拜一个月，几乎到各个科系至少有20几个义德爸爸妈妈在照顾各个科的，让大家把它凝结在一起。医护人员都非常的忙，非常的忙，忙到他的专业一直在忙。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不小心自己脾气不好，我们就要收敛了。不小心走偏的方向，我们要收敛回来。那这个事情是要很多人都在旁边提醒，所以在这个地方要是再感谢一下这个所有的我们的家人，陪伴医疗事业，让我们医疗事业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。那就希望能够这一条路能够走得越来越稳，那上人也能够放心把他的担子交给所有4家、7家医院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是非常感谢所有的家人的一个扶持，谢谢。明年大林就满20年哦，所以这20年来，真的我们高雄屏东的师兄师姐真的是无怨无悔，然后大力赞助哈。那在大林慈院给我们的很多的年轻的同仁，大家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哦，真的是非常的感恩。其实大林是算是非常的乡下了哈，那人口也是逐年的在减少了哈，那所以要有这么样一间这么具规模能够承担急重症医疗的医院哦，确实是不简单。那这个都是所有师兄师姐大家的一些护持了哈。那虽然说外在的环境是这样，那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努力，然后那能够把这家医院我们能够把它做得更好，能够服务更多的一些乡亲哦。我想这个是应该也是上人交给我们的使命，然后所以。我想我们会继续的努力下去了哈，感恩。很难得，难得我们的院长可以会在一起，还有我们大医王在一起，这些在一起，真话简单，难得姻缘哦，听听咧，希望和大家人哦，都会互相了解，而且哦。不管是对南部就是我们的大理，相信我们很多南部的菩萨都是到大理去自供菩萨，而且呢，不是干那去帮忙互动病房里，其实一股力量，那就是去关心。医生去照顾护士，医生为什么需要人关心？护士为什么需要人照顾？还是心工作繁忙啊，会有的时候啦，心里会烦躁。人与人之间难免呢，彼此之间，这都是人间。卡苏呢？有一个环境，有个环境，这个环境呢是充分的祥和，祥和是人创造起来，所以我们的自光菩萨似乎在那请感恩，当要起病的时候，大家人用爱用力帮我盖好医院。医院盖也好啦，也好在有医师有行政，我们大家呢会合干，一间一间的病吼，和一家一家医院照顾的，让我无挂碍，无担心。那当然也需要有我们的自供菩萨。当地护法也要投入，医生是爱为病人，院长
家无用，除了医疗，他还要呢关怀这行政。总而言之啦，亲像长官同款，一定呢要三加一，好、哦，和和互协啦，总是呢爱干好起来。这要和和互协呢，需要创造人开始到去病院啦，关怀呢建设这一群菩萨。你看迄个藏官，还是呢，甲下面这些系统还是一条一条说啊。所以赶快爱爱一条一条锁啊起来，所以呢，这条这条的锁啊，它已经呢有了这个，有了这个，再回归还要有这个，这个在掌管。那要爱有这个，要有这个，就是爱有这样的锁，有这么多的。一条条的，他有这个精神，所以呢，安尼，出现医疗教育人文就是这样起来，所以才会有安尼变好。来到这，那就是和气、和爱、协力贯穿起来，这个四合一，总是呢，那你系统。感恩就是这样，那编织起来可以说真安全落实人间，那就是在这要巩固这些要串起来精神，这样天天在说啦，那每一个时候呢都有不同解说，但是呢也要人人呢能理解，那这种意念啦，希望讲吼，咱大家人爱真用心去甲了解。总而言之，我们所做的都是呢社会需要。那期待我们大家都是努力的空间一个足济，因为呢这社会啦不断的变动中。身躯有病，一直到甲身躯无病，但是呢，病真大，影响到整个社会，这都是吼我们呐、啊、都要去帮助的。所以心理平台吼、哦，真正的也是需要呢，用心有医啦，医疗医心。还要医病，当然啦、啊，最重要的要把它呢，那汇合起来，这爱的能量，给汇合起来，那就是让它生灵的那个健康的细胞健全，就让那一些不好的细胞，它抵抗不住。它很自然的就会灭，好，总是呢，还是要用好的让它不行。知道天下呢都很需要正法，需要正法，但是呢，是正法永远都在人心里，只是呢。没有把它启发出来，但愿呐、啊，每一个人要自发愿，就是要成一位呢种子，种子呢就是一生无量，没有做不到的事。每一粒种子呢，那都是可生无量，天地道理呢。都是一样，总是很期待医疗有医疗种子，能生无量啊！只要有心，
总是咱佛法呢，有关于生命，生命呢最直接需要的，那就是医疗。所以医疗可以引导心灵，还可以呢治疗这个身体。总而言之啦，只要大医王肯发心，这可以帮助生命，生命的健康，这就是拢是需要一颗心。啊，很欣慰的，每一位差不多呢都有法，持戒的法，师父的精神，这个藏观的精神，每一位都有。所以我对医疗呢就免操心了。